再查嘛，真的，买部 RV 翻嚟啊，咁啊大向你出声啊，第一次，唉，争呢样争嗰样，净系去个 RV store， 翻去买嗰啲点啊，一下水道啊，嗰啲咁嘅嘢啊，嗰啲零件啊，嗰啲都行咗两次，唉，阿女又要考试啦，啊，咁啊唯有啊。老豆出马啦吓，好贵嘅时间入边，本来就听日要出发，诶冇噶啦，冇得行啊。咁啊下水道咧，原先我已经喺 Amazon 嗰度 order 咗噶啦，已经，我以为佢送一条管俾我，点知咧管啊冇送，咁啊冇问题啊，买条管啦。咁点知得管咧，然后又有个接口又要剩咧，始终第一次，唉，咁啊行两次都啊都买漏咗。啊，惨啊！总之惨就系啦，唉，即系玩得烫都好似唔系咁容易啊！啊，哎哟，呢度咁啊近好多，唉，真系谂住有部 RV 啊舒舒服服啦吓，点知原来咁多嘢搞嘅，唉。咁我哋出去玩就一个过程啦吓，一个过程好嘅坏嘅，咁都系一个玩嘅过程。啊，做死啊！乜嘢都未执啊，啊，车又未搞掂，点搞咧？啊，不过买车系嗰阵时啲头都晕晒啦，啊，咁啊跟住咧。自己又唔係好，又係第一次啊，咁啊當然唔係好識啦嚇。咁啊樣樣嘢咧，咁啊自己又都買咗啲嘢噶啦，咁啊 Amazon 嗰度買啊，咁啊點知啊買啲唔買啲啊，識啲唔識啲啊，咁啊搞咁啦，唉，樣第一次都係咁咯。咦，在入面的我怎麼去啊，在入面的我怎麼去啊，我不能 pass， 我可不可以入的，应该可以入啊，啊我就是这间公司买的 RV， 我现在来跟回他的 pass， 这里是租的，那我很老实了，我買嗰部 RV 咧，如果租兩個星期咁計咧，咁啊連埋税啊4400多，都幾勁嘅。咁啊4400多，咁我而家買咗，我一年去得兩次咧，咁我就真係打岔咯。我冇位喎。应该冇 parking 位啊！呢度 Delta 专门俾租嘅咧。喂，唔好咁啦，我冇 parking 位喎。我没有 parking 位啊。嗯，佢哋有冇啲去？RV 嗰陣時候見到咁多 RV， 真係好似哇心潮澎湃啊！啊，而家買咗啦，擁有咗啦，咪就係咁咯啊！車一部啊，你嗰陣時咁煩。OK， 我買個 pass。唉，真係攞命，真係慘啊！依度又冇啊，依個出租嘅，
我都不知道怎麼說了。帶啲嘢去到咁啊，攰賴賴咁啊，乜都唔使玩，咁啊喺度坐喺度啊，咁啊 set 到個嘢，咁啊跟住啊呢啦啦呢啦啦，咁又搞兩個星期咁啊，咁啊跟住又翻嚟又執餐懵嘅啊，咁諗住有部 RV 啦，舒服啲啦啊，點知啊第一次出嚟都係要搞到咁頻臨，淒涼。不知道怎麼說了，這裡也不近的，在家裡都成個幾鐘的，特別現在又塞車，經常都這條路都挺忙的，這裡再過到美國的了，美國邊境那裡，這裡那麼都成個幾鐘的，這樣搞幾搞真的，有什麼意外又說關門又說休息啊，今天啊死給你看的，真的Hello Hello OK. OK.
多毛几钟睇咩啊？两点多几分。OK， 我而家就啱啱去到咋。啱去到咋？系啊，塞车啊，整嘢啊。OK。唉，凄凉啦！嗱 ，engine 又要等听日啊，咁啊，样样都好似唔得唔得咁啊，唉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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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嚟到啦。